放学了，没人打我了吗？ ，3356号公交车大客车嘛，好东路一东往西走，行驶到好东路九十二号，完了车太滑了，它可能速度雪山路滑翻侧滑，踩刹车都向人行道上把电杆撞了，撞路灯杆，突然倒了，把人砸死。那人是71多岁。啊，现在驾驶员联系上了是吧？当时家属就在老伴也在旁边呢。现在驾驶员已经控制了是吧？已经控制了。